一架飞机在一个小城镇着陆了。这里的人们都没有见过飞机。飞机着陆后，参观的人非常多。人们纷纷要求飞行员解释，飞机是怎么飞起来的。于是飞行员用科学原理，给参观的人做了仔细的、长时间的解释。他讲完以后，一位漂亮的姑娘说，我们都懂了，只是还有一件事情。飞行员问，哪一件？姑娘说，我不理解，是什么东西使飞机上天的？一架飞机在一个小城镇着陆了。架，城镇，着陆，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还要再想一想。由于下大雪，今天学校不上课。木字旁，本，鸡，杯，理解，理解。